大家好，我是好棒棒的共同创办人张景鹤。景鹤就是金鹤，景鹤就是好棒棒。对，景鹤就是好棒棒。有怕冷场，所以把自备音小的。因前一天台风啊，我怕今天没有人会来，结果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对，那为什么大家看到这个好棒棒团队，怎么会有一个这么中二的名字？对，其实我们一点都不中二哦。如果我们很中二的话，我们的团队名称就不会是好棒棒，而是煞气的好棒棒。对，那我们团队到底在做什么呢？对，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核心目标，就是我们要把医学知识科普化。对，换句话说呢，我们就是医学领域的说书人。对，那为什么会需要说书人呢？为什么医学领域需要一个说书人？因为医学领域对它的入门门槛非常高，我们光是要学这些医学基础知识的话，我们大概就要花4年，而且它的这些名词真是看到就头疼啊，对，看就会头痛，而且我们花了4年在学这些基础医学还不够哦，我们要真的进入临床之后，要真正进入临床，我们还要花大概好几年的时间才有办法，然后学的知识哇又是更复杂，一大堆的专有名词，一大堆的缩写，然后临床上一大堆处置，一大堆技术，非常非常复杂。那这些入门门槛很高的知识到底要怎么传递给民众呢？那当然大家想说，没关系啊，反正现在 Google 很方便，我找 Google 大神，Google 大神会告诉我一切，但是你怎么知道 Google 大神告诉你的是正确的呢？网络上其实有很多很多这种医学相关知识，但其实是不正确的。而且我相信，因为它入门门槛非常高，所以我相信大部分的人是没办法去分辨说这个网页上面的知识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如果你相信它，运气好的话，可能遇到比较好的那个知识内容的话，可能没问题。但遇到那种写错的话，那怎么办呢？对，那当然没关系，但有些人还会想说，没关系，我有 Wikipedia 上面写的是中文，看很容易看得懂。那真的是这样子吗？ OK， 我们举例来说，那这是 Wikipedia 上面的一段话，胰岛素是一种蛋白质激素，由胰脏内的胰岛贝塔，不。这 看完就是会让你想睡。我不是说 Wikipedia 上面写的不好， Wikipedia 上面写的医学知识大部分都是正确的，大部分。那而且 Wikipedia 上面它所传递的知识其实不是真的为了做卫教，它是等于说是比较像是百科全书那样子，让你遇到问题可以上去查。但是他所运用的文字其实不是用来跟一般人做卫教的，所以你在看那些文字的时候，其实也是很困难。对一般大众来说，他其实入门门槛还是很高。就刚像大家刚看到那些文字，我可能打开3秒就想要把它关掉。对大部分人来说都是这样子。OK， 那我们还是回到刚的问题。跟一般大众要了解医学知识这个问题真的重要吗？大家觉得要了解这医学知识吗？还是其实是不用的？我想大部分都会觉得是需要的，因为这跟自身的健康有密切的关系。对，而且每年政府都花非常非常非常多的时间、资源、人力投入在卫教上面。不管是从政府的宣导，媒体上面的露出，或者透过医护人员每天这样一个一个跟病人说，就是他应该要注意什么，在自己的疾病上面要注意什么，用药上面要注意什么，我们都花非常非常多的时间精力在上面。那这个东西不只是对我们自己个人很重要，对政府来说，这个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国家财政在医疗支出上面每年都在增加，
个是从1995年一直到2013年我们台湾的医疗支出状况。这个直方图它指的是台湾目前医疗的总支出，单位是亿。所以你看在2013年的时候它已经快要到1兆了，所以你可以推测在今年它已经大概就会突破1兆了。所以这个其实非常非常多的，从1995年的3800多亿一直到今年超过1兆，将近3倍。然后绿色这个是每个人每年所支出的医疗费用，2013年每年一个人支出4万多。那你会想说我那我花这么多，我一年没有去医院几次啊？但这个问题不这个问题要从大方向来看。第一个就是台湾的人口结构一直在改变，一直在趋向老龄化。像台北市在4年之后就会正式进入高龄化社会，在10年后就会变超高龄化社会。当我们年纪越来越大，我们身体状况就越来越不好，这是一定的。相对的医疗支出也会变得越来越多，所以这几年有一部分是因为老龄化人口，那有一部分是因为医疗滥用，因为资源因为太便宜了，看医师太便宜了，相对于其他国家实在太便宜了。所以在众多因素的综合结果就是会产生这张图表，我们每年的医疗支出越来越多越来越高。那这还跟经济有关系，那今天不会细谈这样。那你想说，哎，这个政府前政府出的、跟我什么关系呢？不对，这些钱啊，就是我们自己纳税钱，羊毛出在羊身上。他不是羊啊，他是草泥马。对，那这个问题到底要怎么解决呢？我想，最根本就是从教育开始，要让大家对自身的健康有更深一层的认识，会更照顾自己的健康，不会让自己发生疾病，减少发生疾病的机会。我想这样子对于整个社会，对于整个国家，它的医疗支出才是有可能会是下降的。但要下降很困难，就是说要把它往上的趋势稍微拉缓一点。对，那我想政府每年都花很多的时间跟精力在这上面。那当然不管是医疗人员不管是政府都很大力的在做这件事情，但是成效其实没有我们想象中的好。就医护人员来说好了，我们在跟病人做卫教，第一个就是一对一，这个效率其实非常差的。而且因为医学知识非常复杂，所以我们通常在诊间跟病人讲了5分钟、10分钟之后，他出了诊间那个门口就忘了一半了。对，因为而且我们只有口头上面的讲解，其实是不太够的。这种知识就是记忆线索其实不太够了，他就只有口头而已，所以之后一定会忘的速度一定非常快。那政府其实也有在做网络上面的宣导，对，他政府有我们拍很多很多的那种卫教影片。但是一方面大家不知道说政府其实有拍很多这些卫教影片，而且政府也没有自己的宣传平台，就算有的话我们也不会主动上去看，然后就算上去看了之后呢，可能打开3秒就把它关掉了。大家应该都有看过这种类似的卫教影片。那我们看一下，就是目前政府这是从某个单位上面它的卫教里面统计出来的。我挑了几个比较常见的疾病，就是说狂犬病，然后流感、登革热等等的卫教影片。这些目前是政府上面的政府平台上面的一些成果这样子。这个就是它每月的观看人数，除了那一只狂犬病不知道为什么超高之外，其他的大概都是在这个水准左右。
对，每年这个微教影片每年有超过5000人观看，就已经是非常非常好的影片了。那我想花了这么多钱，花了这么多时间在做这些微教影片，放在网络上面，但是没有人观看，其实非常非常可惜。那我们就想说要改变这件事情，所以好帮帮我们也来自己来做这些微教影片。那成果如何呢？这个是目前是好帮帮，黄色这些是好帮忙的成果，这样子。所以你会发现说，在社群平台上面露出这些微教影片，它其实可以获得很不错的回响跟成效的。这个比例就是变得非常非常的悬殊，这样子。所以我想后来测试结果发现说，在 Facebook 上面或许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微教平台。所以我们就积极在做这件事情。那大家因为很好奇说，好不好怎么从零到现在变成0.1，我们还没有到1啊，我们还在幼幼班这样子。那我们继续努力。当初为什么会不当一个高颜值日系？那个不是我写的，那是小编写的。对，不当一个日系，然后跳出来做微教这件事情。他因为我在临床上面其实发现有很多很多事情，它是需要改变的。这个只是随便举其中一些例子，包括医学教育啊、临床环境啊，或是我们的资讯系统、卫生教育，还有预防医学等等。但是因为医疗体系它实在太庞大了，要用个人力量去改变这些事情，其实非常非常困难。所以我们面临到一个抉择，就是我到底要去改变，还是我就接受这些事实，继续当医师？那你想说，当医师也可以改变啊，但其实很困难。在临床上工作的话，基本上你连睡觉的时间，在训练阶段，你再连睡觉的时间都很困难。对，所以很不容易啊。如果你要继续当医师，然后要做这些改变的话，其实非常非常不容易，因为临床上有太多工作。不只要做临床，要做教学，要做研究，非常非常多，光这些时间就把你占据，更不太会去想说要怎么去改变这个环境。那后来我就选择接受，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不，我选择改变，不是选择接受，所以就我把心里话讲出来，没有，我选择改变，对，因为我觉得。如果在我七八十岁要永远合上眼那一刻，我回想我这一生，如果我没做一些改变的话，我一定会非常非常后悔。尤其是我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因为我在临床上其实看到了很多临终的病人，他们最在意的其实不是你这辈子赚了多少钱啊等等，他就觉得到底这辈子有没有做什么有意义的事情。大家有想过这个问题吗？你觉得你的一生要做什么事情，在你临终那一刻才会觉得值得了？应该很少嘛，对不对？但是你会想，只会想说长颈鹿喝咖啡有没有冷掉，不会想说自己的人生到底要怎么去过。但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如果你到七八十岁再后悔的话，就已经来不及了。那完全没有改变机会了。对，那我们的团队是怎么从无到有呢？这个就很像是草帽小子海贼团，他在伟大的航道过程中才慢慢招募到这些团队的。对，那我们团队主要都是医护人员，大部分是同班同学，然后有些是学长姐这样子。那在这个招募过程中其实非常不容易啊。我们团队大概有2种人，第一个就是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上面非常非常杰出的，他的专业领域的知识可能是超过他一两届以上的学长姐的。另外一种人是跨领域的，跨领域专长的，是跨领域专长而不是跨领域兴趣，这两个是不一样的。跨领域专长包括什么？医学跨城市设计，医学跨视觉设计，医学跨动画，医学跨行销等等。所以我们团队大概有分成这2种人，那目前大概团队已经有10几个人。
那我们就凭着一股当初想要改变的热情，就做了我们前三只洞，那成效还算不错，我们两天呢就超过24万人第一支影片，然后两周就超过60万人。那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鼓舞，对，因为要达到这样的成效其实不容易啊，算是可遇不可求啊。对，那我很幸运就达到这样的目标。那但是有热情是不够的，大家一定会想问，每个人都会问我，那你们团队要怎么活下去？这个很现实啊，对啊。那还好，目前还算 OK。那为什么？这个要讲到说我们怎么做出这支影片呢？这个是我们做影片的过程。第一个就叫选题，选题的话，因为医疗里有太多题目可以选，你要选哪个？在时间资源有限的状况下，我们一定要挑那种影响力最大的，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要传递的医学资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就是资讯的正确性要非常非常高，如果资讯错误的话，会影响到非常非常多人，这是一个社会责任。我们在网络平台上面做这件事情的话，它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责任。那收集到这些医学文献之后呢，我们要把它转化，因为医学文献就是一种非常枯燥无味，你把那些论文打开你就想睡觉的那些文字，所以这个东西不可能放在网络上给大家看，而且网络上已经有太多这种东西了，我们不需要再做了，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这些枯燥无味的东西转化成生动有趣的，这样大家才会想去看。还有剧本写出来不够，还要有视觉，就是我们要做视觉设计，最后才产出动画，这是我们大概整个流程。那这整个流程过程中，它其实还围绕一个中心，就是行销。有一个好的东西，如果你没有行销计划的话，它其实推不出去的，尤其在网络平台上面，它很快就沉默了。所以我们在做这些步骤的时候，其实每一步都会去想说，我们在网络上面的行销策略是要怎么做的。但今天时间不够，所以不太可能细讲这些东西。那好棒的团队，其实这整个过程中最重要的核心是什么？就是转化这一块。我们把艰涩、枯燥、无味的东西转化成有趣的，大家是愿意想看的这些内容。所以我在 Facebook 上面，在社群媒体上面看到这些民众才会愿意去分享。而且当他们分享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在帮助更多人了。所以我们只是提供一个好的内容，那会达到几十万，主要还是靠社群媒体的大家去主动分享，我们才有办法达到这样的成果，这样子。所以目前我其实转化这一块，其实很多人需要，不管是政府单位、基金会，或者是药厂，或者是各个医疗院所，他们想要推他们想要宣导的知识的话，其实很困难，他们是会需要透过好棒棒这样转化的能力，所以目前好棒棒团队还活得下去这样。